就我有点不明白的是，公司纪录片这些，每次把犀利的问题抛给我们，不知道想要一个想要怎么样的答案。公司觉得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，但是我们觉得不是我们不努力，然后想要通过你们的嘴巴来质问我们，所谓一个这样的话。这个不是说公司对你们的疑问，或者是我们对你们的疑问。其实我们每次在做一些话题预设之前，就会去网上搜集一些粉丝也好，还是路人评价也好，然后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些问题去给他们一个回应。我觉得不需要回应啊，有啥需要回应呢？你只需要去拿出你越来越好的舞台，你只需要每一次比一次好就行了，就够了。你嘴巴说的永远没有实际做的来的更切实际，我觉得。